好，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。被苏拉威西省波尔达特别刑侦处呢，通过从万亚老的拉图兰仪机场破获了一起走私10公斤金条，价值150亿吨的走私案。北苏拉威西省警长尤迪阿婉在警察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犯罪分子将19条金条放入一个挂锁的背包当中，然后放入行李舱中。警方呢，目前已经逮捕了2名男子和1名女子。尤迪阿婉表示，价值150亿印尼盾的金条来自北苏拉威西省非法采矿所得。根据2020年有关矿产和煤炭的第3号法律第161条。法令，如果罪名成立，3名嫌犯最高可判处5年的徒刑和1000亿吨的罚款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